大家一齊玩咧，其實大家一齊參與啫嚇。嗱，咁咧，我依家咧就講嗰個下聯係點啦喎嚇。嗱，學神學神學神學，咁個下聯就係咩咧？嗱，聽清楚嚇，詩情詩情詩情詩。嗱，咁我解釋下喎，咁咧即係。詩情其實就係一個可以一個人名嚟嘅，即係一個名詞啦。咁、那個詩咧就可以係動詞，個動詞咧即係寫詩啊、吟詩啊咁。咁呢個嘅動詞咧就係、是、第二個詩情，就係、是、咧關於情嗰、那個情咧啊，你可以係愛情又得，感情又得，好多樣嘢噶嘛啊！咁嗰個咧就係、是、名詞，咁啊跟住第三個咧，詩情詩，個詩又係動詞，咁咧情詩就係名詞，即係好似一首嘅情詩咁樣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咧嗱，即係咧就對咗咯喎神學神學。唔係學神 啊！我再講多次啊！学神学神学神学，诗情诗情诗情诗啊，咁咧就动词对动词，名词对名词。